烧麦，这个是芝士的。这是鲜肉，这烧麦一共有三种口味。麻酱汁，这是蛋黄。4、9、36个，全部在这里了。
包子，牛肉辣包。香菜牛肉，香菇酱，好大的，再送几包小包装，配包子、馒头、米饭，真的好吃。
吃包子啦，刚出锅的。包子，这个是腊肉外婆菜，有腊肉，这外婆菜很好吃，又香又香的，7.98一瓶，一瓶是238克，13.9发两瓶，太薄了，皮撕不下来。